那这一题啊，这一题是说哈，这水箱哈，这个水箱里面镶着水哈，密度是多少？啊，这小球哈，它密度是 d， 好，啊，这箱子以四分之三 g 往右加速的时候，那它要算什么？算这绳子的张力啊。好，啊，它往那边加速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把荷的中立场找出来，因为中立场是 g 嘛。好，啊，等效中立场的话是四分之三 g。啊，何等中立场哦，往这边，哦，这是四分之五 g 啊，哦，就四分在三 g 平方加 g 的平方，啊，开根号是四分之五 g， 啊，所以哈，这问题哈就变成这样子，哦，当你跳上去看的话，哦，这个小球啊打静力平衡了，哦，这小球受到一个浮力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绳的张力啊 ，T， 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合成重力往下，所以这是 B， 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绳的张力，再减掉多少？减掉那个，合成重力 ，mg prime， 我的 g prime 是新的重力，新的重力场，它在等于，啊，所以我们 T 等于多少？啊，这浮力啊，浮力就是排开呢，啊，在水平面的话，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啊，这是新的水平面，啊，就排开呢，等体积的那个液体的重量，所以这上是等于 rho v， 啊，现在是 g prime， 所以 t 就等于，啊，这是等于 dv， 所以变成是那个 rho 减 d vg prime。IG prime 是等于四分之五 g 嘛，所以是等于多少呢 ？rho 减 d v， 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四分之五 g 啊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